陶冶新军的团队已经也有一定的量，也慢慢往上走，所以说现在我们接着就是要开始做国际的链接。那所以那个要做国际生意的厂商的话，也可以多多的参与这些区域的店、区域的年会和国际的年会。
get away with it.